Hadi hadi. Do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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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la. 武器还不回家，你会有点亏的。你再不走，你要亏线了呀！这样看起来，哎，完了，线没拉好。 真的很强吗？可是他一下就被单杀了呢。哎，这我感觉强行打血弩有点亏呢。啊？怎么感觉不是很赚呢？啊？一个兵升两级吗？你也升不了两级。这个兵两级。 没事没事没事，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把握住了这个兵线的一个啊，还是把握住了一个这个兵线的啊，很好。他要上来补刀，他会直接开E。 没事，我能来。这个我随时到。那应该是放了。回飞线找机会打架吧。稍微等一下我的E技能。 技能好了，他这波再乱跳，我们就可以开几把拉扯一下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有点危险的气息。兵线太多了，而且不好打，怎么小兵这么多啊？ 没道理。我感觉是略显夸张哈。 我满血啊！旧秩序必须清除，暴力才不会出现。 哎呦，跳得快啊！跳慢一点，送你归西了。
可以 W 补这个炮声。你搁这晃来晃去，有点危险哦。互换一个 W。一个兵升六级，来来来来，世界会拥抱混乱，他们好像想打。这我就没办法，哎，抓他一个，哎，我们中单怎么死了？来一次我就杀你一次。怎么说？机会。喂，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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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闪，不过你帮我打出他的闪现，下波我们应该能够。你自己小心啊，我管不了你。他如果有闪，你可能要啊嘎。他有蓝，我有血。真的很猛吗 ？AD 卡牌。我怎么感觉不太行啊，真猛加猛啊。话说武器他那两个头是哪来的？哦，我们中单是他杀的是吧？还行吧，一边两个头。塔皮，我怎么就吃不了呢？啊！大招飞过来了，什么也没干。控制还挺多。有人要死喽。妈，有大有大你也不行啊。嗯，我怎么差一砍一刀没死，原来是有帮手啊。嗯，卡皮没了，算的挺准，我也不敢弹，对不？我是大人头呢，虽然迟早要死，但是尽量别给艾克吧。真正的英雄以君王的骨血为食。挺进有用吗？不是加强了吗？可以啊，但是挺进有个坏处，就是他没有技能提速。没有 CD 呀，你这幽默
过风扇人在干嘛？不会以为我会怂吧？他以为我会跑，我为什么要跑？问题是，这我没道理要跑。走远点，艾克可能会想来留一下我，感觉和上把一样大优拿下了呀。不过上把是队友带来的优势，这把是自己打的。这把对面应该15了。少啊，但是我有疾跑，我想试一下，虽然对面上路人很多，我想试一下，都在往上路靠，我想挑战一下自己，来吧，我11级了，主要是这波应该是三个人会动手吗？得等他先动手，哎，不是我在干什么，哎，这个沉默把我的节奏打乱了，你知道吧，哎呦好烦呐，该死的沉默，我真的是操，我意外了，不意外这波有机会的，我只要先把武器斩了，这奶妈就一刀的事儿，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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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钩子，武器往上面走了，我意的是直线，被他沉默了一下，有点顺序错了，思路被打乱了，应该想到这个沉默的，本来我准备 EQ 的，摁了一下被沉默了，亏麻了，没事，这把可以小浪一下，问题不大的，武器的。这把浪了呀，这波有机会能操作，打好就32了，菜呀，菜完了，他们要打，德玛西亚将会血流成河，可以跳远走的，所以说没必要追。哇，这个沉默还挺恶心的。我再靠，我再靠。哎，这恶心人的奶妈好烦，我不能闪现杀他，他也有闪，估计是，哎呦好烦呐，老是怪我好事，上波也是他给武器大招，我非得把这武器宰了不可，找武器抓不到奶妈，看能不能抓到武器，哎，不敢吃线啊，你真吃啊，
个。带个辅助还是好办事儿。哦，这中单，不好意思，带个中单还是好办事啊。OK， 这把也是不墨迹结束了，还行吧，这把有失误，整体还行，整体还行。不是怎么落手挖个落手没有E技能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是挖个落手没有E。